快说快说。我不知道，云峰，云峰知道。好，那就你赶紧说。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哈哈，当然不关你的事啦，这可是魔鬼拼手速，还是先撸西瓜要紧。还想骗我们，门都没有。就是，好家伙，你们怎么那么快，飞下去的吧？不好，我链锯没了，这怎么玩啊？只能用手撸了。这那是谁？他直接从上面跑过去了。不好，是云峰大叔，我们要抓紧了。不行，我也不要自己挖了，我也要自己跳上。上面有空气墙，根本不能走啊。云峰是卡过去的，你还是跟我一样用剪刀吧，剪刀比较快。果然是真的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我忘了点什么？什么？阿七也追过来了，赶紧，快点快点，我都看到云峰大叔了。好嘞，马上跟上。这破袍子真难挖。赶紧的呀，草莓，别生气了，赶紧追云峰。对对对，过来就直接有斧头了，快快快，现在的木头居然不能用斧头的技能砍了，真难受。斑斓，你走错路了。走错路？怎么可能。哎呀，云峰大叔都帮我们开好路了。大意了，你们人影都没了，看来下一关我也得走捷径。不知道是谁放的西瓜，冲上去就是跳。你终于开窍了，我们都不走寻常路。好家伙，每一关都掂了西瓜，感情你们都是爬过去的。那可不，不过我还是追上你们的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有你们铺路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被烧烤的你。嗯哼哼，有本事你来试试，这岩浆可烫了。哎呀，真烫，烫烫烫，烫脚烫脚。啊，这你不是烫脚吗？对呀，直接被烫过来了。还能这样？嘿嘿，我就先走啦，接下来我可不能客气了，既然你们都用西瓜，那我也用，直接拿西瓜垫上去走。激光直接冲。哎呀，激光有点危险，还是也垫上去走吧。下面直接走你们走过的赛道。嗯，这个藤蔓需要剪的哦，那就挑你们剪过的走。门也挑你们开好的过。什么？草莓比我还快？那你下去吧。哎呀，谁呀？是云峰。对，恩拉，我看到了，是你。那你还问？你。我直接垫上去跑步就行了。耶，赢了，我第一。不行，斑斓你耍赖。对，耍赖耍赖。你们也一样，都走我的道，我才是第一。那我是耍赖第一，也还不错嘛。